方炮射击完毕，目标击毁。为舰载机提供紧固保障。不射，二弹发射完毕。我的岗位是电子对抗。我们机电兵工作的岗位都在深舱。第二把获得飞机。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出彩的岗位。用青春来谱写中国航母的史诗。给我们广大舰员尝尝我们家乡的美食。山东人又在山东舰服役，那种感觉很骄傲。远航归来，航母山东舰静静地停靠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作为国之重器，此刻的山东舰与劈波斩浪、威武雄壮的海上航行相比，安静了许多。张浩来自革命老区山东临沂，虽已在山东舰任职多年，但每次登上这艘以家乡命名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他依然充满着一种神圣，一份自豪。80后的张浩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航母舰员，从舷号为16的辽宁舰开始，他已经与航母打了十几年交道。2016年，作为专业技术骨干，张浩从辽宁舰选调加入山东舰。16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一艘航母，然后17舰呢属于我们首艘国产航母。国产两个字其实更重的意义是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也是相当于我们的综合国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证明。国家强大，那我们不管是作为军人还是说我们地方的老百姓，那肯定我们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或者说信心都会上了一个台阶。山东舰整个舰体的高度达到20多层楼高，甲板的长度有300多米，整个甲板的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在山东舰内部则遍布着大大小小功能各异的舱室超过3000个。张浩开玩笑说，这些舱室如果每天住一间，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作为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从改建到自建航母的历史性跨越。当时刚知道它命名为山东舰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很吃惊的，根本没有想到我能有这样的殊荣，山东人又在山东舰服役，那种感觉很骄傲。在山东舰上，像张浩一样的山东籍官兵就有近300人，他们与来自其他省份的上千名官兵一起奋战在全舰各个岗位，为航母战斗力的不断跃升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拐动腰，注意转弯坡度，拐动两，延迟30秒右转弯。我的工作当中，我是直接和飞行员通过无线电交流的。我的责任首先我要保证他的安全，再一个呢，我是要保证国家财产的安全。同样是80后的王鹏与张浩一样，也是从辽宁舰选调来的山东舰，只不过王鹏的站位是常年处于海平面之下的底层深舱。锅炉嘛，被誉为航母的心脏。我们动力监控呢，就是，控制整个动力系统的可靠运行，包括我们，舰载机起飞，要求达到指定的转速，这个转速，如果是波动比较大的话，就会对飞机的起飞有影响，所以我们控制要力争做到精准，更精准。航空母舰庞大复杂的动力系统，不仅涉及机械、液压、电气等多个专业，遍布舱内的各种管线更是交错纵横。如何让动力监控班的战友在跟产铸舰的有限时间内快速掌握，作为班长兼技师的王鹏想出了一个个妙招。结合我在前期的这个工作经验，我
尝试通过这个现场的接线图来反推原理图，因为从接线图到反推到原理图，它是一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一个逆向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把一些部分的重要的原理图推出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专业的能力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专门用于训练的一个模拟装置，为我们年轻同志提供一些训练的平台和物质保障。常年站位在底层深舱，像王鹏一样的机电兵们，在山东舰上有一个特别富有诗意的称谓，深舱向日葵。我们机电兵工作的岗位都在深舱啊，在每一次出海这个全过程当中啊，都见不到阳光啊，但是我们每名同志在值班过程当中都铆定岗位，朝气蓬勃，可能是我们机电人心中更阳光一些，被誉为深舱向日葵。随着一阵警报响起，任福海率领战友们迅速赶到各自站位，准备接收木整。随着一声声号令，短短几秒钟，山东舰上的防卫利器万发炮已完成目标锁定。在海上航行的航空母舰时刻处在编队驱逐舰、护卫舰的严密防护之中，可谓铜墙铁壁。而山东舰上装备的万发炮，就是为了近距离抗击来犯的漏网之鱼。三号炮射击完毕，目标击毁。在一次实弹射击中，任福海操作的万发炮抗击靶机四架，取得了三毁一伤的好成绩。闲暇时间，任福海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在宿舍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和操作万发炮时的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相比，此刻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临睡觉的时候，喜欢性的躺在床上看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书，感觉心情非常的静，就相当于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正在操作台上进行训练的是山东舰化武班的战士们，这个全部由女兵组成的集体也是山东舰上唯一的一个女兵班。山东舰与外界每天24小时保障的沟通联络，就是在他们舞动跳跃的一个个指尖上完成的。现在可以看一下小键盘的这个区域，哪些我的守卫该放在哪里，哪些键。正在讲评的是化武班班长刘美。90后的他2017年入伍，2023年25岁的刘美升任山东舰化武班班长。像所有山东人一样，热情好客的刘美自然就成了山东舰上的临时向导。好的，谢谢。山东舰化武班大都是入伍时间不长的00后年轻人，但在工作时，他们却像经验丰富的老兵一样，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如今，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集体已先后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38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现在在值班的李念同志，他也是山东人，能够在山东舰服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无比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刚转为士官的李念是00后，来到山东舰的时间还不足2年，如今已成长为化武班的业务骨干。回想起2021年报名入伍时的情形，理念一直念念不忘。我觉得特别酷，特别帅，巾帼女兵的那种感觉。在我高考完之后，我就报了一次，我当时没有报上。然后在我大二的时候又试了一次春季兵，我们是第一年春季兵，然后就选上。您现在来到你舰队，就是一个我们集中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房间。然后平常生活就是我们除了在站位的时间，然后日常生活就是在，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区域了。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整体布局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我们自己一些收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小饰品，男生宿舍不会有这个。对的，这个是一个解压的小玩偶，平常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就捏捏它，放在这里，有时候还能陪伴我一下。在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山东舰上的女兵们也主动承担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在舰上的图书馆整理图书，在广播室录制广播节目，这既丰富了女兵们的业余生活，又给广大舰员带来了充实的精神食粮。用青春来谱写中国航母的史诗，带着亲人的牵挂，带着对航母的憧憬，更带着对海军事业的热爱，让我们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把青春献给祖国，献给我们。怀着憧憬与热爱，一批又一批的海军蓝登上山东舰。如今新一代的90后乃至00后正在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接受着成长的锤炼与洗礼。好，滑行，等 C2 和 C1 放完毕之后，大家进入 C1 的飞机，引导到 C1 正常的放飞。正在模拟甲板舰载机起飞调度的是来自山东临沂的朱梦文。在蒙山沂水间成长的他，言谈举止间总抹不去来自家乡的那一份烙印。作为一个临沂人来说，从沂蒙革命老区走出来的人来说，要当兵肯定要当最好的一个兵。就是新兵连入伍的时候让我们选专业，我当时看到航母这一栏，我当时就是毫不犹豫就选了航母。身穿黄马甲的引导员不仅保障着航母舰载机的有序起飞，还要在舰载机阻拦着舰后第一个冲上去进行引导，以最近的距离直面舰载机的呼啸而来。谈及第一次引导舰载机时的惊心动魄，朱梦文依然记忆犹新。刚开始看着飞机慢慢慢慢往下来的时候，就是它尾钩钩锁那一瞬间，当时心里就非常慌，当时就是想往后跑。后来一想，我的岗位在这里，要第一时间去引导它，战胜了这个恐惧。看到它钩锁之后，就冲上去了。黄头盔、黄马甲和针织衫是。如今，无论是熟练的专业技能，还是坚强的心理素质，在朱梦文这位90后舰载机引导员身上，都得到了完美诠释。这么形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引导一架舰载机滑行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与飞行员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像一个引导员去引导飞机，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出彩的一个岗位。与朱梦文一样感到出彩的还有他的父母。在朱梦文位于临沂的家中，山东舰的元素随处可见。在父母心里，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荣誉，是朱梦文成长的足迹，更是割舍不断的一份牵挂。我给朱梦文曾经这样说过，我的要求就是多拿些荣誉，别的我不要，一门精神要做到忠诚最起码，我们临沂的骄傲这些最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红色山东是我们山东的优良传统，像在我们舰上呢也有一个专门的红色山东的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有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它展现的是血浓于水的军民与水情的传奇，还有像我们的甲午之殇，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必须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健康方案接收，发射。随着发射舰的按动，一枚枚干扰弹在空中绽放。这是班长刘海涛和战友们正在进行的一项电子对抗演练。干扰弹发射完毕。我的岗位是电子对抗，当我们遭受这个敌方袭击，就是尤其是这个导弹袭击的时候，然后我们会
实时的进行相关的操作啊，相关的应对。入伍后，一直从事这一专业的刘海涛，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从辽宁舰转任山东舰，并先后两次荣获三等功。第一次获得三等功呢，当时是我们全舰组织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第二次也是因为在这个山东舰期间呀、先先后后参与了诸多的实验。更让刘海涛感到自豪的是，他在自己的站位上圆满完成了干扰弹首次实弹射击试验任务，实现了国产航母实际使用武器的开门红。这一套发射装置呢，是我们当初实现开门红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当初就是我们全舰就是拉出了战斗警报，根据所设想的敌情，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战流程操演。正在换装准备上岗值班的谭杰，今天的工作要比平时更为忙碌。身为炊事班班长，他今天制定的菜单上特意为战友们准备了一份小惊喜。我们这个每周五就有一个加餐，调剂我们广大官兵的口味。今天特别忙，今天加菜。今天有什么特色吗？今天我们把我在老家的临沂炒鸡和老家的沂蒙煎饼带到了我们山东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餐厅，就是平常我们就餐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家的时候，经常从小就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好客山东人。然后我们山东舰也有一句欢迎语，就是好客山东舰，欢迎您。现在还没有到开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战友们正在进行一个餐前准备，然后他们也比较忙碌。山东舰餐厅里悬挂的一幅幅国画，展示着山东的青山秀水和丰饶物产。舰上的广大官兵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可以品味到好客山东舰欢迎您的真切含义。这就是咱们周五的加餐，临沂炒鸡，煎饼卷大葱。鸡炒的怎么样？太棒，特别棒！今天也就家乡的味道，多把我们山东的一些特色菜引进上。是的。正在换装甲板识别服的李林阳，虽是一位90后，但他先后在辽宁舰、山东舰上的工作时间已超过14年。作为山东舰航空保障部门的一员，他身上的蓝马甲清晰地指明了他的站位。我们主要在甲板上为舰载机提供勤务保障，主要是穿我们这个甲板识别服的，负责这个舰载机然后起飞降落啊，提供各种保障。深受沂蒙精神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李林阳从小就立志当兵。19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如今，历经5000多个日夜的军旅生活，有一个重要时刻，他一直铭记在心。那是2019年12月17日，相信这个日子，只要是参加过当天仪式的人员都会铭记在心。当天我的职责就是在甲板上站坡，能够有幸看到那个习主席给舰长还有政委分别命名证书和授旗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激动。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感觉非常自豪的。左西同志，海军山东舰已舰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舰长蓝军下座客正了。出生成长的林树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有着尚武从军的红色基因。自1961年恢复建县以来，这里保持着连续60多年无责任退兵的全国纪录。更续优良传统，助力强军兴军，这是李林阳的梦想，也是山东舰上所有山东官兵的共同心愿。